朋友们，再次把温暖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五金家族们，感谢我们的三位非常优秀的保育员。怎么样，现场的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刚才的这一幕？喜欢对不对？通过刚才从鸡的一幕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保育员和母鸡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。那有没有细心的小朋友发现，他们当中最小的体型最小的一只，它的名字你们觉得叫什么？ 告诉你们，他的名字呢叫一龙，一龙啊，今年已经4岁了，是一只白羊座的开朗大男孩。那接下来呢，一龙也会通过一个特别的方式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古今小知识，请看大屏幕。胸鳍呢是用来掌握坐标方向的，可以看到我们的保育员和虎鲸也再次来到现场了。接下来就是最为精彩的庆典时刻了，朋友们。 接下来，把你们的双手举过头顶，一起挥动起来，进入到今天最为精彩的庆典时刻。 接下来，最为精彩的庆典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，朋友们一定要准备好手中的相机，对准全家族。现场小朋友们，一起倒数3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朋友来了。
再次感受到你们的声音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的热情支持。我们今天的探索大学堂呢，锦涛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。但是呢，属于宇宙飞船的精彩却还在继续。稍后的时间，我们的超级海浪也将会再次来到现场。我们设置超级海浪的目的，不仅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观赏体验，更加重要的是为普京营造了一个他们最为喜欢的冲浪环境。另外，今天中午的11:30早下午的13:00